F 近日出席了 MMA 颁奖典礼，并一起踏上了红毯，全员都穿上漂亮的礼服，让女孩们瞬间都变成了公主。尤其是一针久违的回到了长发造型，简直美到疯掉呢。而泳姿在表演舞台中更是不停地 Q 了好姐妹于真，之后还一起共舞，简直可爱到不行。